10月6日，孙俪晒出海边全家福的合照，一家四口时隔四年再次来到海边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孙俪发文表示，上次来到这片海还是2019年，一晃四年的日光过去了。画面中，孙俪和邓超分别牵着儿子等等和女儿小花，一家人都穿着白色 T 恤，显得十分亲密。孙俪41岁，依然身材苗条，背影如少女。邓超也很有型，身材健硕。等等和小花更是长高了许多，等等已经快赶上妈妈了。小花也有一双修长的美腿，兄妹俩都长得很漂亮。在四年前的合照中，孙俪和邓超没有太大变化，但等等和小花就像两个不同的人。2019年的时候，等等还是个可爱的小男孩，小花也是个萌萌的小女孩。四年之后，他们都变成了青春洋溢的少男少女，让人感叹时间的流逝。孙俪和邓超一家每年都会在这片海边留下美好的回忆，因为特殊原因，他们中断了这个传统，现在他们又重新开始了。如今邓超孙俪爱情事业双丰收，最后也祝他们一家永远幸福吧。